你，咋不认得我了？认得认得，那蝈蝈，蝈蝈还蛐蛐呢，赶紧叫老板去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来，打完包。啊，来了。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别小姐小姐叫，叫夫人。您看我都有娃了吗？哎呀，恭喜恭喜。同喜同喜。那您今天您是吃点啥啊？不吃不吃。今天呢我是来结账的。哎呀，那个过去我是有眼不识金镶玉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够不？哎呀，姑奶奶，多了多了，太多了。不多不多，别姑奶奶姑奶奶的叫，把人都叫老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那不叫有眼不识金镶玉，你知道你那叫啥不？嗯狗眼看人低。是。行了，账也结清了，走了，娃。哎呀，哎呦，你看，见着这恶人，我娃都哭了，这是。哎呀，不磕。走。啊，蛋蛋来了！蛋蛋，我们来看爷爷来了。哎，蛋蛋，你叫我什么事儿啊？郭老爷，我想明天就回西安了。回西安？啊，你回西安干啥？那没亲没故的，我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你就说。没有没有，你对我太好了，你这比我亲爸对我都好呢。这不是蛋蛋吗？不管咋说，这蛋蛋是人家廖家的后人，咋着应该认祖归宗嘛，应该蛋蛋到廖家的坟地里去给人祖宗烧张纸儿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是啊，把孩子带回去看看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。但说实话，我是真舍不得你走啊，但是我也拦不住你。这样吧，你走的时候呢，我给你拿几块金砖带着。叔，我真不是来向你讨金砖的，我真是走投无路才来投奔您的。不过您要是实在要给的话，走的时候我拿一块儿，因为来之前人家水秀巷的乡亲们给我办了一场婚礼，我阵势大着呢，这钱我得还人家。我这人不愿意欠人人情，要不然连这一块我都不会拿呢。云秀啊，叔明白。这样，能不能晚走几天？咋了？杏儿啊，再过几天就三周了。你呢，救过他的命，我想呢，让他呢认你干娘，完了你再回西安。好呀，那感情好呀，真是我求之不得呢。哎呀，蛋蛋，你有姐了。哎呀，我这要当干妈了，我这给我干闺女得置办点啥呀？叔，那我上趟集市去，来这么久我还没上过集呢。我带蛋蛋去看看，是不是给我干姐买点啥，是不是？还有就是上次在人家那儿杨老板那儿吃的那个羊肉还没给人钱呢，顺便把钱给人还上。那我走了啊！哎，不如找个人陪你去吧。不用，我这人自由惯了。这人生地不熟的，你还是找个人陪着吧。对，也行，顺便在那杨老板面前呀威风威风。我走了啊！走嘞，咱逛集去了。哎呀，给你姐买了啥呢？哎呀。羊汤肉啊，啊，可香呢！你看，妈给你以后买羊汤肉啊。
你咋不认得我了？认得，那蝈蝈还蛐蛐呢，赶紧叫老板去。哎，老板，哎，打完包啊，来了。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别小姐叫夫人。您看我都有娃了吗？哎呀，恭喜！同喜。那您今天是吃点啥？啊，不去。今天呢，我是来结账的。哎呀，那个过去我是有眼不识金镶玉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够不？哎呀，姑奶奶，多了，太多了。不多，别姑奶奶的叫，把人都叫老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那不叫有眼不识金镶玉，你知道你那叫啥不？狗眼看人低。是。行了，账也结清了，走了，娃。哎呦，你看，见着这恶人，我娃都哭了，这是。啊，不哭。